海苔哥哥要教大家打拳击。而且今天我们要打的不是沙包，是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会用到的东西哦。跟你们说，打拳击啊有很多的动作，现在海苔哥哥要教大家简单的基本动作。首先我们先把两只脚打开，脚打开，肩膀一样宽就好了。好，然后两只手放在身体的前面，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左边右边动一动哦。预备起，左边右边动一动，摇一摇，跳一跳。哦，学得很快耶！哇，好可爱哦，大家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难一点点的，一只脚放前面，另外一只脚放后面。好。好，现在变成前面后面来动一动哦。预备起，前面后面动一动。前面后面动一动。都学得很快耶。好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换边呢？预备换边。跳，换脚。好，一样，前面后面动一动，开始。嗨，哈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练习出拳哦。好，出拳呢，要手伸得很直，手伸得很直，然后要发出哈哈哈的声音哦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来练习一次哦，出拳，哈哈哈，很有精神，再一次出拳，哈哈哈。好厉害哦！那现在彤彤姐姐来当裁判哦，考考小朋友，耳朵打开，注意听我说什么，你们要做什么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现在请各位拳击手脚打开，预备，开始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跳一跳，出拳，哈哈哈。现在请换前后脚，前后面，预备，啊，摇一摇，跳一跳，出拳。哈哈哈！摇一摇，跳一跳，出拳！哈哈哈！哇，我觉得大家都太厉害了，已经都练习好了哦。对啊，小朋友都已经准备可以打沙包喽。不过今天啊，我们用的不是硬邦邦的沙包，我们要用家里都可以找得到的小枕头来练习哦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，海苔哥哥呢来当做练习的沙包。我拿着这个小枕头，然后你们就对我出拳，看看呢打起来的感觉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谁先当第一个呢？谁想要第一个？俊宇来，俊宇在那白色的圈圈这边，在这里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出拳！哈哈哈！哇，这么用力！再一次出拳！哈哈哈！哇，俊宇手会不会痛？不会，不会，对不对？哦，没错，因为我们的抱枕是软软的，打起来都不会痛哦。很安全。那谁想要当第二个？哇哇，那子怡来，子怡第二个好了。好，我们来一个小星星的抱枕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出拳！哈哈哈！再一次出拳！哈哈哈！哦，好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子怡也表现得很好。接下来谁想要当第三个啊？好，来，菲菲来，菲菲去。预备，出拳！他打了四下，再一次好不好？预备，出拳！怎么样，菲菲好玩吗？好玩，对不对？好好，最后一个是谁呀？好，雅涵来。好，那我们挑战另外一个。哦，是我们的猫猫，好可爱哦！预备，开始。哈哈哈！再一次。哈哈哈！哇，很有气势哎。每一个人表现的都很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来加一点点的难度了。海苔哥哥呢，会把这个小抱枕往你天空抛，这个时候你们就要用力的呵啊，看可不可以把这个小抱枕打得又高又远飞出去，有信心吗？有。哦，那谁想要当第一个呢？哇哇，让我们让子怡先来好了。好，好来，预备，挥。哇，差一点点哎，好，再一次哦。看仔细哦，预备，挥，哦，快碰到了，加油，预备，挥，耶，好棒好棒，恭喜你挑战成功，好棒哦，子怡拍拍手，那接下来换谁要去挑战啦？我，哦，好，雅涵来，雅涵去，好，欢迎雅涵，好，对准哦，预备，挥，啊，差一点点了，加油加油，预备，挥，啊，哦，快接近喽。再一次机会，预备，嘿，哇，好远哦！帮雅涵拍拍手。好，
那接下来要换谁呀？好，那哥哥去，俊宇去。好，换小男生。好，开始挥。哇，你一次就成功哎，好厉害哦！看来呢，小男生很厉害。那我们可以挑战难一点吗？我们换一个比较难的小抱枕，很容易就可以打到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开始。哇哇！飞这么远哎，飞到外面去了，飞到外太空了，我的天哪！哇，太厉害了，有没有很有成就感？有，对不对？很开心，很厉害哦。菲菲换你了。菲菲，你要挑战小星星吗？还是要大的 Apple？ 然后他看着我，大的，好，大的，我们来挑战大的 Apple。看仔细了没？准备，用力哦！哦，他两只手一起推耶，不一样哦，超迷哦！好，最后一次了哦，预备起！哇，看来今天小朋友都很厉害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好，好不好玩啊？好玩。好，那我们到中间。哇，今天的小小拳击手都好厉害，好有力气哦，大家都是100分。没有错，这个游戏啊，可以锻炼小朋友的反应力，还有可以锻炼你的肌肉，端端。这个游戏呢，其实也可以让你的小宝贝发泄一下情绪。如果今天心情不好的话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拳击游戏，相信玩完之后心情就会变得很好哦。对啊，而且呢，爸爸妈妈也可以透过跟小朋友玩这个拳击的游戏，可以释放一些在工作上啊，还有生活上带来的压力哦。嗯，那这个游戏好不好玩呢？好玩。那下次我们再来玩更好玩的游戏吧。耶、yeah!